大家好，今天家里来客人了，我要摘一点青菜回去吃。这个有没有认识的？这个实际上是那个油菜，但是种很多人可以吃那个油菜心，蛮好吃的。以前我们都不吃这个的，但是后来发现他们有的城里人吃这个东西，所以我们也种这个来吃。这里还有一些是冬豆苗，这些是只吃苗的，就吃那个树苗，但是不吃冬豆的。拿几个莴笋。今天就拿了那么多。好吧，我相机忘记拿了。